先用干净的水，先把你要画的山形啊、树啊，先穿插出来，不要太湿，也有干有湿，照一般的画法就对了。好像先用水先刷一些，刷一次啊，先用水先刷一次啊。它主要是说，它碰到水的地方它会化开，所以有些平滑就会比较。啊，有些地方会晕开，有些地方不晕啊，没有刷水的地方它就不会晕。那、啊、这样看起来就是比较这个笔墨方面的变化又多一个变化。画这个都是不能迟疑，因为你一迟疑，它这个因为有些地方湿的嘛，很容易就晕开。那有些地方就晕开，有些地方那个它会有那个啊墨晕开的那个韵味。这个水的地方上面有个转折，有这么变化。坐在床上，
就不要勾了，这边有水汽水。